是抚仙城，一个以美为尊的地方，所以城里的人对于变美那可是极为看重。这些人治我贤王府全都要了。大人不愧是抚仙城第一美男子，我所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能看大人一眼。谁？你是选择说实话还是下去陪他？来人呐，有刺客。咱们认识也是缘分一场，我就是想跟你多亲近亲近。程友，你吃错药了。我能有什么坏心思呀？我刚才不是在试探我的底线，而是要来真的。大人穿女装也挺美的嘛。真是让人捉摸不透。难不成大人小心，他真是觊觎大人的美色？这药有点苦，你得忍一忍啊。不过了，喜欢一个人吧，就忍不住想看看，一不小心吧，还容易着了迷。我要把这两颗最亮的星星送给大人，我们一起看，一起寻找各种各样的美。你是不是喜欢上大人了？我该怎么办呢？想要你爹活命，一定要打入敌人的内部。就将一名倾心他的女子许作他的对食。从头到尾都是算计吗？难道就没有半点真心？你要杀我？你别过来，你再过来我就……喝了酒不痛了。啊，下辈子我也要当个男人。好啊，下辈子换我嫁给你，这苦换我来受。